这几年我们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落实多元的价值，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吸取多元文化的精华。原住民不是弱势，原住民很有天赋，不管在音乐，不管在舞蹈，在艺术各方面。非常的高兴能够在我们的台科大来举办第五届的这个原住民音乐的比赛。我非常的敬佩我们陈锡顺校长，他的教育理念就是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教育，台湾要跟国际接轨，走进世界。生命没有烟那就挂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呀，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头。生命没有烟那就挂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呀，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头。你还好吗？要投入啊！要投入啊！对，哇，这个你唱歌，待会唱古调也是这么投入吗？这么摇滚？会，也是会啊。待会你要唱的这个《狂猪古调》里面的内容，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一首台湾族的情歌。情歌？对，就是一个男生在说，就是他爱不到那个女的，爱不到那个女的。对，所以就没有用，对不对？不不不，而且不是，只要把他的心情唱出来。哦，唱出来。哦，所以里面的歌曲就是暗恋的对象不爱他，对不对？然后他很无奈，无奈对着这个小河流弯弯的对他吟唱，是这样子的意思。哇，你有经常这样子吗？还是你女朋友在现场？我刚刚有一个痴痴的看那一个，你看，就是他白色衣服，对不对？来回首一下，你还中了吗？他对你好不好？啊，不是啦，这算了，我认错了。女朋友没来现场。哎，有，你不要过来呀、啊！你让他爱一下嘛，在哪里？没有来哈、哦？哦，没有，开了。好了，好，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的仲文带这个抛竹鼓调。OK， 再掌声给我们徐仲文。调。No!
接下来就是我们啊，刚刚讲的，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等一下，你也是一样唱唱跳跳吗？唱唱跳跳，哎，我错就哎，刚刚我们那个我们的凯文啊，唱那个《水蓝色眼泪》，我一边唱一边跳，你这个待会也是唱唱跳的吗？哎，也算是快歌啦。也是快歌哦。大家你可以跳下去没有关系，好不好？可以吗？啊，摇滚啊，最后一位了，好不好？这个时候分数加分，就趁这个现在，你就绕全场一周这样回来。好不好？可以吗？哦，他会喘不过气。可以讲，反正待会就是你的舞台，经理是最后一位了。好，拿出自信好不好？好，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歌曲？爱我乐团的真实，真实哦。对，真实是喘气。好，不要出来。OK， 好。这个接下来直接就交给我们中文的真实，给他掌声好不好？小时候那些不实际的梦，不会想说赚钱找工作，管他日子怎么过。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却一直很快乐。只是现在的你却是要不同。你来想一想，现在的生活什么地方出了错？不会想说赚钱找工作，工作日子怎么过？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却一直很快乐。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出了错？爱不能比爱啊，什么地方出了错？不会想说赚钱找工作，管他日子怎么过。长大的我拥有更多，只是越来越不够。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出了错？就算今天赢了，明天又会如何？
第六名，What is 不一样？